自信口，一名有法口。你看前面无性空里头，一名无法空，这有法空。空有是一桩事情啊，为什么说有呢？为诸法因缘故有啊，实性无故啊。法是原生的，佛法也不例外，所以佛法不能执着啊。为什么呢？缘生无性，不可得故啊。你要是执着他，以为他真有，你错了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的常讲，相由心无，就这个意思。诸法因缘故有，相由。实性无故，性无。事有因缘是事，理上没有。性相一如，理事不二。这是大乘里面的中道之说，说在什么地方呢？说在作用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懂得用中，不偏有，也不偏无，有无两边都不执着，这就对了。为什么？有无两边都不执着，都不分别，都放下了，你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，用清净平等觉心生活，你过的是佛菩萨的日子，殊胜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用清净平等决心工作，待人接物，你修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又不着相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所谓的三轮体空，夜夜就是信德了，就是自信的圆满流露啊。
跟妙觉果地诸佛如来完全相同。你成就无上道。这自性空啊。